老梁说过一句话，明星花钱雇路人装粉丝送花接机，有什么价位的他都知道，而明星为了话题自身流量都会使用某些非常手段进行炒作，这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，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产业链。曾经娱乐圈的名嘴宋祖德就对这一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娱乐圈明星的偶遇都是精心策划的低俗炒作，拼命的想把自己的人气提高，必须通过炒作话题大家才会注意他，为了避免总是被认出，把自己火得严严实实，让助理拍照，被形容成是网友偶遇，生怕下飞机后没有前呼后迎的氛围，还让粉丝一条龙服务公司弄一群粉丝来机场送花求合影，而且这些演员都是明码实价，如今袁立也揭露娱乐圈明星雇佣粉丝的老底，价格曝光，粉丝尖叫100元，晕倒200，流泪300，喊老公400。之前央视新闻日前痛批粉丝去机场接偶像现象，民航局头都是大的。后来没办法，民航局发布通知，指出了3点具体的管理方向：一、防止泄露知名旅客信息；二、强化机场秩序，避免粉丝大量聚集；三、杜绝粉丝机场扰乱秩序行为聚集。很多明星为了宣传造势，或者是为了争面子，自己买粉丝接机这一现象也被央视怒批了。这些粉丝们在经历过这次事件后估计要失业了，而且在发生将给予县城1年处理批对明星雇佣人充当粉丝炒作这件事，大家有什么观点想说的呢？